先跟品质是不是黄色？黄标这边，这边的可信度就不高。你要让这边变成整个都是绿色满格哦，这边点，这也不行，这样。所以这边绿色满格嘛，表示你这边的橙色是不接受的。哦，如果是红色或黄色，表示你这边的橙色是不可接受的。哦，那你这边来算一次，这边至少这个画面的品质是可接受，可接受。那你再来看一次。平坦地图只能用 SmallPath。再来一次。所以你看，你譬如说点最软的，跟绿色比，这边都是皮脏啊，皮1.42小于2。OK，那你用绿色跟你的蓝色比，这边就到3.23倍，然后或者是你用最软跟最硬比，最软的数字最大，最硬的数字最小。这边就到4.73倍，哦，4.73倍。所以你如果是以一样是皮上来说，那这边的软硬是有意义的软，应该是这样子，哦，因为它确定跟最硬的地方比值已经差到4.73倍，否则你都要小于2倍以下。其实因为同一个脏器哦，经常都再软会，再硬都要差不多，都要2倍以内。都2倍以内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形变哦，正常每个数字都要低于一。好，譬如说，我们以第三组最软的3.18，最硬的0.67，这样，那3.18就是太软，越软数字越大，越硬数字越小。哦，那我们说一定要在一以内，3.18超过一，那确定这个软是有意义的。哦，所以不排除这边也是有种。意思是这样，否则你通通都在一以内这边，再软也要一以内。左边的看不出是。黑，你只看出黑了一点，这边黑了一点看得出来，这里跟这边比，这边是不是黑了一点？这边是不是白了一点？就是告诉我它同时是软跟硬。那我们说过，你再软跟再硬都要在一以内。哦，比如说它硬0.67一以内。然后，譬如说这一次第一次量的0.96也在一内，0.67也在一内，哦，但是你第二次量的1.2就会到3.15到3.18，对啊，所以它的软硬就差超过2倍以上，这样就有显著的意义。我们以前常听过，肝脏会纤维化，肝脏会硬化，脾脏也会纤维化，脾脏也会脾硬化，哦，那这些都是脾脏的慢性的病变的反应，只能说脾脏发炎。发炎的反应，哦，发炎的反应，哦，那不排除也是可能有肿瘤，因为它显著已经超过二，而且已经到4.73跟3.23倍，意思是这样，哦，所以不管再软再硬，最好都要在一以内，哦，那比值都比软跟硬的差值不要差超过2倍，这样就是合理的，哦，所以我在 YouTube 都有把每个脏器哦。所以每个脏器的绿色都是正常，比如我们现在量的是脾脏，你看它绿色的积分是多少，寸是多少，那就是它大概是多少。哦，那脏器如果有红色、黄色的，那就是太软；有蓝紫色的，就是太硬。哦，因为这个范围全部都是脾脏，这边也都是，这边的画面跟这边是一模一样，只是一个是有弹力，一个是没有弹力，一个是传统。差别的，啊，所以它可以调透明度，我调透明度给你看，它这边有可以调 Ctrl，然后让它变透明一点的，你就知道你在框哪里，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对，反正如果脾脏一直失血，要怎么样去诊断？脾脏一直你总蛋白会越来越低，透透皮肤病会越来越高，表示内出血的意思。对，这两个，就
低于 5.4 以下。超音波下面。超音波下面失血吗？脾脏出血的意思。就是撕裂伤。譬如说，我自己没有诊断过啊，就是听别就是客人带去别家医院，他就说他一直贫血是因为脾脏里面出血，要脾脏要拿掉。对。那个要怎么去确诊这样？没有吧？一般来说，除非有肿瘤，肿瘤破了，或者是说有外伤，外伤性脾脏撕裂。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大。那我们要怎么去诊断？所以你那 case 是什么？撞到？他没有给我看，他就是直接找别人，所以我是听他讲。好、哦，那也只是口头诊断而已、啊嗯。可是他脾脏拿掉就后来就正常。是啊。因为脾脏牵扯到，譬如说脾脏主要是牵扯到我们的叫网状内皮系统，叫骨髓髓外的。造血的反应，对啊，然后你所谓造血如果被破坏，那就是影响到骨髓以外的造血的反应，对，然后所以你除非是外伤或肿瘤的考量，才有可能会有脾脏撕裂，脾脏撕裂算大出血，它的血是在脾脏里面还是在腹腔？腹腔，在腹腔，对，所以你腹腔会看到腹水。腹水会呈现出那个灰色的，或者呈现出悬浮状的黑色的。那我怎么知道要把脾脏拿掉？你抽腹水就知道。抽腹水。我们腹腔分成四块，四等份。然后这四等份呢，如果你看到一块出血，没有关系 ，PCV 大概可以维持在三升。你如果看到两块出血，那 PCV 就很容易32到25。如果你腹腔分成四等份，你看到三块或四块出血，那它 PCV 很快就到25以下，都是指脾脏或是肝脏大出血的反应。都是脾脏跟肝脏，不会有其他的。这两个脏器的血液最多、就是，撞到破掉的几率也是最高。嗯，对啊。你说肾脏要到破掉的几率不高，肾脏外面一个很硬的 capsule， 而且它在很深层，我们的肝脾都在表层。最可能是脾脏、肝脏也会，肝脏也会撕裂伤，车祸撞击肝指数很高那种也会啊。那也要把肝脏拿掉？没有吧，那个当都压迫止血而已啦。对啊。可是脾脏不能这样。你说脾脏压迫止血吗？对。如果是我刚讲的，我们腹腔分成四等份四块，嗯，你如果看到三块有腹水哦，嗯。哎，那个是止不住的，那个马上出血了。三到四块有看到腹水，我们腹腔分成四等份，你在三等份，其中三等份或四等份都看到腹水哦，要马上输血，要紧急处理。是不用脾脏不用拿掉，你要先输血，不是边输血先把脾脏拿掉，因为它会一直流失啊。嗯，那我们也曾经碰过后大静脉断掉的，那个没有办法，那一下就死掉。嗯，对，一下死掉是没关系啊，那很快就结，就是是啊，确定了，对，那很快啊。